周五世界杯外围赛五十五巴西对委内瑞拉。巴西在今届世界杯外围赛先声夺人，开局以五比零大破玻利维亚，随后又以四比二击退秘鲁，暂以两战全胜排榜首。球队两将攻入九球，火力旺盛。金将仲有主将尼马因伤缺阵，但球队仍有罗拔图发明奴、加比尔哲西斯及里察利神等前场好手在阵，功力仍有保证。委内瑞拉向来对阵巴西都一胜难求，其中在上届的世界杯外围赛两战均败，而且每场都正负两球之多，球队的整体实力与巴西明显存在非常大的差距。委内瑞拉在今届外围赛头两轮进麦期间一球不入，并已失掉四球之多，在如此表现下，球队此番出征巴西恐怕只能输少当赢。让球负 1.5 负2的巴西主胜值得支持。